太挣扎了，动作太乱了。
那个其实我应该要跑进去接你，但我觉得你不会抢球。会好不好？屁！我超你那个没有一颗好球在切进去，那个你不会抢，你少会看的。那球你不会抢，所以我就懒得跑。那个干这个线内会抢，放屁的！你切进去，你根本没在看。我会看一下。屁的！从来就没有被你传过这种球啦，放屁！交代你真的，你的防守真的有点不强，所以除了一直都在喊你，就会喊你。
好球，哎呀呀呀！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登登登登，我每一球都登登登登，看到一个上篮，出来吓到了。我想说，哎、欸，稳了，哎、欸，感觉。他就是转，他就转了一球，然后。直到后来，其实我们才开始球，那一球都滚出来了、啊。进的时候很近。Oh, good.
不要这样子。哎，今天来打球只有你单身哎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们这些人，我靠！哎呀，看你来的就一水。这边这边这边。靠！我来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要被嘴的准备了。哎，按我那一颗嘞。刚刚是先喝酒。那一颗在那边啊。不是你的，那就是那个光头拿走了，因为光头跟你有一颗很像。可是避开我说接什么？因为光头那个打球。好不容易忘记。都在这里啊！啊，那你今天是插一堆上去了？对啊。先放晚上，晚上要看很久，晚上要很久哎、欸。下下下下才是我哎、欸。下下。绿色让我们上去啊。下，然后在那个小光头。下下，然后我才是下，我第三，你第四哎、欸。你还是要带一个，有啦。球比较滑，因为它也是湿的，没有干呢、啊。放着啦，就不用管它。哦，我再小心了。好，好的。你们那个猪被我带残了。残呢？反正反正就等捷运弄，要等捷运弄才懂。当然，捷运的话，我们没收的。现在我们还放着。是、啊。2023捷运。
球。顺势就可以下去，就下一队。